在获悉高雄城中城啊大楼这个火灾中啊有三名大陆配偶这个不幸罹难以后啊，大陆有关方面啊迅速啊与他们在大陆的亲戚取得联系，表达了关心和慰问，并且积极协助啊那么溺赴台的这个亲属来办理了相关手续，他们均于上周啊顺利赴台。那么到达台湾以后啊，当地的一些民间团体啊也对这些陆配的亲属啊表示慰问，予以协助啊，在此啊我们表示感谢。